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姐姐，你的脚消肿了没有啊？我买的，这个便宜八千，这个便宜啊，这个贵，这个三万。这个有十八个，十八个，多少？哎呀，姐姐呀、啊，你要买那种，亲爱的，买那种圆的那种，不会受伤的，一定要小心呀、啊，姐。是你自己弄还是别人帮你弄的？是你自己刮还是别人帮你刮的？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买那种圆的，姐姐。这种多少钱一个？一百一，要的一百一，一轴抓便宜。一轴抓便宜哈。欢迎妲己小姐姐，晚上好。妲己美眉，漂亮小美眉，哇塞！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。这个貔貅啊，看这个牙，上面还有一个望子，看到没有？小童子，姐姐你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不要这样老是让自己受伤。有家人严重车祸呀！哎呦，姐姐，是谁啊？受伤了吗？很严重吗，姐姐？这个多少钱？三万八。三万八。姐姐，你最近好多事啊！真的，我觉得。我觉得姐姐最近可能有点犯太岁，真的很多事啊，脚骨折呀，那还好没有生命危险。啊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妲己小姐姐晚上好。那亲爱的姐姐，那位找到了吗？哇，这个凤凰，花开富贵。凤凰牡丹，这个也好看。希望姐姐家人平安，亲爱的。欢迎嘉欣哥，晚上好哦。这一看就是男老板在这里摆货。这上面，我的个天哪！这灰尘放了十年，从床底下扒出来的。你都知道这里那么多人来人吧，肯定不卫生。这会怎么说明了他就是很多人在看这个东西？没有，说明这个很老。不是不老，跟你一样年轻。没有，在我的天哪，上面的灰尘我一放在屏幕里面，不知道还以为在马路边捡到的。欢迎淑玲姐，欢迎钟凯哥，我的天哪，真的拿个牙刷刷一下呀，实在没办法上镜了。这个很干净的，不用。那个是灰尘的。那人家怕这个是不是长了小乌鸡是咋的？这多少钱一个这个？这个五千。五千啊，卖价呢？卖价要三千多。晚上好，姐姐，晚上好。这个是我的货呢。你给那个姐姐包的货不用花那个
今天说一下那个德方退回来了，哎呀，有一个货要拿出来，明天要从那边去办。怪不得呢，原来那个你的打火机寄不了啊，德邦又退给我们了，然后明哥说把打火机拿出来，明天再重新发。看来打火机不能发呀，可能这两天豆豆不舒服，然后他说拿出来了，明天要重新再去发。那如果要是没关系，那把打火机拿出来就 OK 了，重新明天再帮你发过。啊，重新再明天再给你发过。你这外面信号好差是不是？这儿有卡吗，姐姐？明天重新发过就好了，明天给你，啊，明天让明哥重新给你发，打火机不要发就可以了。没事没事，哦，这会儿不卡是吧？不卡就好。呀，没卡呀！谢谢妲己小姐姐，谢谢苏玲姐姐，谢谢我们家香香姐姐。哟，这个是什么题材？仙子，这是天使。仙子，仙子，这明明是嫦娥嘛，手里还抱着一兔。啊，这明明是个嫦娥嘛，手里还抱着玉兔呢。啊，飞天呐！啊，你说的是天使。我知道，之前可以，是最近严了，不可以了。以前的时候是可以的，好可爱。这个多少钱啊？这个2000呀，冰种的一个啊，还带着翅膀的嫦娥。卖价给卖价，这么薄便宜点没？哎呀，便宜点喽。啊，再少一点，有点薄啊，你摸一下。而且这个题材不一定大家都对的，这题材很，我的货呢何时能发？哦，姐姐，你的货应该你找明哥，明天也可以。2000块钱，便宜漏了，小伙子。啊？这个题材说实话是个特殊题材，不一定能对的。这个题材整个市场就我这一个。就你这一个。啊怪题材啊，是个怪题材，便宜漏了。整一个呗，真的大晚上的就这几个货，还不赶快卖完回家算了，你说是不是？对吧？卖完了赶快回家算了。2000块钱肯定给不了。哎，大漏一下不过千。全部包含珠子佛宫哟，那佛宫还在抛光呢，还没出来呢。不过千漏一下不行啊。啊，纯手工雕刻的，我当然知道纯手工雕刻了，小精品啊，纯手工雕刻的，我想不过千漏啊，姐姐，我想不过千啊。妲己姐姐，姐姐，有没有想法？没事，子香姐姐，我自己留着呗。啊，哎，不过千了，漏了算了。这还有这个宝宝的，这个是个小孩子的，就喜欢这个美女，就喜欢这个美女，便宜漏了呗，啊？不过千吧，柏树干一个，
这题材太少有了，这题材太少有了，不一定能对到。就是要少有的题材才好啊，独一无二的。全部好了，再一次记住。OK， 好的。垃圾姐姐，你看一下你爱不爱啊？你爱我就给你砍个价。好可爱的一个嫦娥。明年兔年。明年兔年哦，很应年，很应景啊、哦。明年兔年了，欢迎金台哥，晚上好。垃圾姐姐，垃圾姐姐不说话。这是个三圣观音吗？三个。西观三圣嘛，西方三圣嘛，三圣观音。哈哈哈哈，姐姐，这叫福气啊，这叫福气啊。对，这个叫福气。这妲己姐姐是不是卡了？姐你不说的话，姐姐你不说的话，我就那个啥了，飞不动，太胖了。没有，现在人间比月球上面好，生活好。月球上面一个人吃不胖，你看这人间美味多，所以就长胖了点。姐姐，我想不过千，你看看你爱不爱？哇，这边好多牌子，人间的美味多呀。美味多多，一看这嫦娥这生活好，一看这仙女的生活好，你知道吗？她说明年是兔年，比较应景，说明明年能。嗯，钟凯哥。这儿有一个，还有嘉欣哥哥，嘉欣哥哥，这儿有一个黄财神，黄财神这个漂亮，我给嘉欣哥拍个照啊。钟凯哥呢？钟凯哥呢？我给拍照啊！这个多少钱呀？这个、黄财神？呀，这个才1500啊！这可以哦。钟凯哥呢？钟凯哥，我也喊一下他。这个一看就是哥哥喜欢的，有烧吗？这个是天然的，这个是天然的，它是属于那种皇家绿的那种，知道吧？它这个料子有点像那个皇家绿的那个料。都那么大，这些是大家伙。它是这外面的那个皮，然后带着皇家绿的，背后是个吸水龙，啊，吸财龙。晚上好，哥哥姐姐们，晚上好啊！帮忙分享一下，亲爱的姐姐们。我去后面分享一下，找人家。妈，今天玉明哥，我正在做饭呢，在装饭的时候，笑死我了。玉明哥说：“完了完了，叶叶，你们思慧那边是不是？”
球网那块比这个好看。然后他说完了，你们那边的中国电信是不是火烧火着火了？我说没有吧，我咋没听呢，把我吓一跳。我说没有啊。我也对啊，吓了一跳你知道吗？这个不客气不客气，因为我问他多少钱，他说1500，我就觉得这价格没有他没有较高，我觉得还蛮实惠的啊，所以给哥哥拍了一个照，没事我们再看啊。价格很便宜，因为昨天那个贵呀，钱在那放着。豆豆恢复了，还在吃药，姐姐还在吃药。肯定得两天。晚上好啊，小哥儿，你这是把我给吓的呀！你是整个把私会给吓了。亲爱的，笑死我了！我刚才不是把那个黄财神发给哥哥，哥说昨天晚上那个好看，可不是，昨天晚上那个老贵了。那今天的这个便宜，人家开价，人家给价才1500，昨天那个我的天哪，大千呢，大千过万呢。所以哥哥这是眼光上去了，口袋没跟上，难受啊，以后得提着口袋看货。哇，这里好多小佛耶。哎，昨天咱们家的淑玲姐姐，昨天那小美女她说想要买小佛。我现在害怕黄匪啊。说实话哈，还是很容易分辨的啦，还是很容易分辨了，这种东西一看你就懂的啦。你们可能在屏幕里面那个觉得看不出来，还是很容易的，我们在那个外面这边很容易分的啊。就可能你们会觉得哎呀完了完了，这个肯定怎么怎么地啊，它一样有黄皮的嘛，你看那些烧的它就很干不自然。十黄九烧啊，吓死。那达玛坎呢，达玛坎本身皇家绿的那些都是，我来找雷震子。钟凯哥，我跟钟凯哥说，我说钟凯哥，哇塞，我是说你能卖，我本来也就是亏的，真的，我就感觉说，我也想跟你做个生意的，就是说，如果说拿去你也能，我给你的这个价，你拿去也能有钱赚，是不是？大家就是很下一次，但是我说你感觉也是很明显的那种。我是感觉我要说你卖不动的话，我也感觉不好意思。卖也只能卖，就是。姐姐，传说中的啤酒瓶绿出来了。姐姐，这个桌你只能看，你戴不上，小了，
一年后减肥。你得减完肥以后才 OK 呀、姐姐、你不减完肥以后只能干呐，全包不能，啥意思？全包不能，钱包没跟上。我家那个生气气呀、不要再气了，姐姐啦，再气你肚子更大的了，不能气，不能气。你也刚才那个看不了吗？是吧？哎，有姐姐，有姐姐。那是太发了，看不了。是因为什么？信号不好吗？不是信号的问题，是以前的。还是跟以前网络不好吧？这是网络的事儿。它的台问题。那你把它摘下来。报价多少啊？我帮你问一下，刚才那个是冰种的。老板，我能问一下这组大概多少钱吗？这个一只的话卖的要15。15万是吧？如果一对的话就可以便宜了。你说这它两个是同块料的，一对的是吧？同块料，一对卖的25。一对25，然后单个要这个15，等于说是这个10万。这个要15，单个的话。单个走15万。这个是冰种的，我姐姐，因为是在夜市，你会觉得看不出来效果。我抓紧一点给你看啊。这个真的一点都不吓人，亲爱的，这如果在实体店像这种的话，真的可以卖个20-30的。啊，我刚刚拿了毛货，然后那个我又擦了这个，就说实话，这个是冰种，现实物比直播间好看。我真的觉得很奇怪啊，很多货呀，很多货，亲爱的，好看的货哈，直播间反而还。没有实物好看，这个是冰种的。看我的手上有油，拿的都不亮了。擦一下就知道了，这个是冰种的，漂亮。谢谢哥哥。这个哥哥全是大美货，看不到冰啊，看不到冰，那只能说你眼睛有问题，不能说人货有问题，只能说你眼睛有问题，没办法，还是很热，还是很热。最近我眼睛很差，姐，你这眼睛不算差呀！我的天哪，冰种的，说实话哈，一般手镯都是糯冰都不错了，真的，糯冰就不错了，能达到一个冰种的手镯，最起码都是6位数起步。哦，6位，哦，不是正冰的啊，真冰的，那是6位。稍微糯冰往上一丢丢的，都是要5位数起步。雷震子，雷震子，那个钟凯哥，我再帮你找，找小雷啊。我帮你找小雷啊。你咋？哎，我那个真的，哥哥们跟姐姐们找货真的不一样。啊，钟凯哥呀，嘉兴哥呀，一般他们都是哦，还有上次陈家哥哥找黄财神呐、关公啊、大龙牌啊之类的。昨晚的小雷太美了，昨晚的小雷价钱也美啊。你看，我都说了嘛，每天跟那个昨天的小雷好看呀。是啊，昨晚上的小雷真的好看呀，价钱也好看哟。
电到了，哇，那个料的是真的好，它前面翘着那个白肉，后面是满黄，真的那个料子是真漂亮。但是说实话哈，昨晚的货难忘啊，哈哈，昨天晚上的货难忘是吧。说实话哈，那个确实质量在线，而且很完美，它是一个，哎，你们怎么不说昨天晚上那个是烧的了啊？那不说昨天晚上那是烧了，那个真是俏色的。昨天晚上小雷，你说把我们家家那个钟凯哥的眼光带上去了，然后呢还得让我们家钟凯哥把口袋往上提一提，不能只戴着眼睛啊，口袋没戴上不行。雕工也好是吧，确实是。昨晚上那小雷我也爱上了，虽然说我咱们女生哈不咋爱那些特色的东西，但我也喜欢上了，我这那个料子也让人特别爱呀，你不觉得吗？啊，那个料子也特别让人爱，雕的那个它翘色翘的是真美。我记得我有看到别的小雷，但是我觉得看完那个之后你再看别的呀，咱都实际上没烧。我觉得我还是那个随意的找吧。那块料雕龙就好了，哇，那真不便宜。姐姐，这个多少钱呀？8000。钟凯哥看了那个小雷，他应该是入不了眼了。对呀，我拍个照，因为这个我上次有一个姐姐问我多少钱来着，我忘了。拍个照啊。姐姐卖价多少？一块八九，我卖才多少？我把尺寸量给他，他昨天问我，哎呀，他问我多大呀？我说鸡蛋那么大。不好意思，没给人说到底多大呀？我说鸡蛋那么大。我今儿刚好路过了，我就把它拍个照。这块是毛货。等我一下啊，姐姐们。每次都问我们看多少，我们看的少，你又不卖给我们是吧？你要看的低了，他又不给我们哈。好，谢谢。欢迎我们家的 J 大，晚上好，小伙子。哎，吃饭了没有，亲爱的哥哥 ？J 大吃饭了没有，哥？今天，你今天那个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可能有类似的，但一定不是五爪的哥，真不知道你何时才能梦寐以求到翡翠啊，初恋难忘啊。这两个是普贤，嗯，那个咱们家那个指针姐说让我先给她找一套，
找一套。还有大叔又见你了。看一个，今天看哪个综艺？大叔，你是不是把我忘了？啊、你是不是把我忘了？是啊。你还记得我吗？记得。是不是卖那个轮胎吗？对啊，大哥，你应该记得我呀。是啊。你今天看哪个综艺的？你要记得2022年的某一天晚上，我陪你聊了十来分钟。啊，这个吧，就像钟凯哥放弃昨晚了一阵子，何时才能？何时才能？这什么呀？这个一点都没事，很正常。那奇了怪了，肚里藏金哈。我还以为是手机问题，不是手机问题，看这个一点都没事。你用的是哪一个？大明珠宝。吃过了，哥，你现在在哪儿？在酒店吗？还是在哪里？没有对的，大叔，没有对的。你这绿山水多少钱？多高？有我这么高吗？我都1.65米呢，比我还高一点呢。我1.65米，他比我还高啊。他1.7米。他1.7米啊？啊！我说我1.65米，他说比我还高，是吧？扳指，这种是六字真言的扳指，大戒圈，酒店。哥，那你啥时候来四会呀、啊？你这在酒店得待多长时间呢？几个人来，我帮他订好。明哥说你几个人来，他帮你订好酒店。不对啊，大叔啊，啊，有罪再来啊！追的，我们家明哥说了，我家当家的说了，你几个人来呀、啊？你一个人来的话，他就给你安排一个，然后外加一条龙服务的那种，是吧，明哥？如果最大一个人来的话，你是不是给他安排晚上一条龙服务的那种啊？我都不懂这些的哦。然后开好酒店，到时候可能会有两个人。我不懂这些啊，主要是。我家明哥说，你来的话，提前给他跟我们说，他先给酒店给你安排好，然后先给你安排好美女。懂这些啊，都是健康的，都是健康的，洗脚是健康的。我说的一条月底来哦。 OK， 好的，香港过来不是很远的，听到没有？那个玉明哥，你啥时候来的话也让明哥给你来个一条龙啊。也给你来一条龙服务，你不要带太多人哈，太多就不行，太多了得那啥，得预定。香港很近了、啊、雷震子。哈哈哈，一条龙。我摸大瓜，月亮什么了？哪里有月亮？啥眼神啊？哪有月亮？没有月亮。好久没有洗脚了，现在洗脚外面，现在洗脚应该是40块钱吧，帮你修脚，帮你洗脚，很健康的那种啊。两个人要订一间房还是订两间房啊？带的是女生还是男生啊？你要带个女生的话，我就给你订一间房；你要带个男生的话，我跟你一样订一间房，但是订一间房两个床的；你要是女生的话，就给你订一个大床的。啊，你先跟我说啊，你说叶呀，我明天带个你。我的同伴是个女生，然后我就给你订一间房间，然后大床的。如果你说我的同伴是个男生，那我给你订一个房间，两个床的。这样就有机会嘛？脚底按摩80到90分钟啊？没有啊，他这边洗脚、修脚，然后好像也是有。我很久以前洗的，现在都没有洗了。明天要不我去试一下，我看看多少钱。现
的那个人是你的同事，还是你想追求的人？想要有进一步的话，我帮你个忙。我们家香香姐说怎么都是大东西，我给你看看小的。还要在酒店待八天呢，待那么久啊。欢迎达哥，好久不见了，我家达哥哎。这个佛宫多少钱？4500啊。卖价呢？18K 金扣头，肚里藏金的。这个也好看。不是啦，来的都是男生啊，好吧，男生就算了，放过你了。男生就算了，男生就算了。好像 F 区怎么今天怎么没有哎？大哥，你介不介意跟别人睡一间房的？你们是公事啊还是私事啊？舒林姐姐的小姐妹，她刚刚姐姐不是说了吗？保证豆豆不尿床，我怕他一泡尿把你冲回台湾去了。我不敢保证啊，我儿子说妈妈装满了，装不下了，然后就尿了。晚上好，姐姐，晚上好。我家何仙姐姐的货收到了，是不是美美的、啊、姐姐？哎，特别是你那个18K 镶嵌那个绿箭，姐姐你现在随便去别的地方18K， 你把你的那个照一个照片，然后拍给别人看，你说大概我这绿货得多少钱？我跟你说，低于2000别人都算不赚你钱，低于2000块钱人家都说我这保本给你的，啊，最起码得2000-3000。你看你那个才多少钱，花了不到1000块钱。我们今天还讨论过，明天昨天明哥推不过千的佛宫，我说太大太重，每天带着要找合适的，就是找那种不要太大的，是吧？这样的话就带上的话比较随身一点哈。哎，怎么今天没看到那个东西了？刚刚那个狐仙题材想法很好，雕工师傅们跟上。对，他是俏色巧雕。啊，旁边俏黄的做了一个美女，只是那个雕工师傅选错了。小绿货姐姐，小绿货真的不大的，你就算是找着你那个尺寸去买成品，姐姐没有低于2000的，真的。你想一下，当时咱们挑的时候是蛋面镶嵌的小精品呀。那咱家徐妹妹来了，刚才哥哥姐姐都在说呢，都说今天没看到小美女了。你说说实话，我们这里每天来一个新粉哈，哥哥姐姐们都特别那个，我们大家都真的当一家人一样，谁没来谁那个
有事儿。手镯。刚搭车啊，回家马上就马上上来呀、啊，辛苦了辛苦了，妹妹。说吵吵吵吵到是吧？挺快的。昨天指针姐姐说叶呀，我先给我找一套那个八大守护神，有大势至，有那个叫啥？有普贤，有文殊，有阿弥，有那个大日如来，好像就差那个啥了，千手观音，还有那个不动明王。咱们还差千手观音和不动明王。其实千手观音很容易找呀，原牌的。你不要跟我说千手观音，我不想要原牌的。那你得要那种大，就是那种随行的那种很贵的那种高货高大上的那种。牵手宝宝，牵手宝宝，等哥你来私会了，你发明，你来发明，就这么装一堆呀、啊，不怕压坏呀、啊？没事，坏了修。坏了再修啊！哎呀，都不把它当回事儿啊！我的妈呀，一把抓。这收获的样子太豪横了，这么早就收了，八点多还要回去干活，就回去加工做工是吧，然后晚上就出来，几点钟出来摆？六点钟出来摆，摆两个多小时啊。你看这哥们儿，人家的货就拿个小盒里头一装，他的货不差的哦，挺漂亮的哦，一手一抓，抓完之后往里一放。不动明王，不动明王是所有那个守护神里面哈，那个样子最凶的，脸没开好哈。脸不行，刚才有个十五万的手镯，人民币十五万的手镯可美了。对对对对对，不动最难走，不是没有，是有，要么就是脸不对，要么就是觉得他好丑。那就得找那种，找那种，找啥呢？找那种大个的，雕工好的，小小的基本上那脸都一般。千手观音的话，他想找一套的，应该找的，你看这也是不动。这多少钱？这也不动。就这一个吗？这里也有一个。都是手都新的，都带银色，那个很细腻，都是。要带点乌鸡。带漂绿的哈，
水一直顶着我这个手，好痛啊！这边是要用手的，你要弄这边还好。弄了那个号不行，我要搞定那些问题。这个脸还开的可以。这个脸还可以。我就相信叶叶这个媒婆能帮我再找到初恋。我可没那么牛逼呀、啊！你这捧的我都不好意思的，我可没那么牛逼呀、啊！我要不要拍个照给那个姐姐？哎，子君姐今晚上还没进来耶。明天要不要给你刷油？手上洞洞有点缺点，不是不是不是，那个不是，来。拿个牙刷我刷一下这个地方吗？这是里面那个它叫那个叫啥，叫那个抛光那个灰尘，不是那个那个工具吗？啊，工具那个灰尘。对，这个一弄就弄，到时候给你。它又不是裂，应该是脏东西，它是在外面的，一抛光嘟它一下，拿牙签戳它一下就没了。没有牙签，我知道你没有牙签是吧？这个多少钱？便宜点漏了吗？这哪有那么贵呀、啊、我的天哪，很糯呀、啊、这底子干得不得了。那天卖了一个还卖了这个钱。你那个肯定是好的啦，剩下来的肯定不一样的。很干呐，你要一个，还要这个。你这个牵手呢？一样的，价格一样，这反正一堆全不一样。对对，全不一样的。那个价肯定是买的。没有啊，很干呐、啊，也没有什么呀。料子有油性，没有抹油，都是料做的，它都是有纯水的，都很细腻的。这种要不了那么贵呀、啊，你看这种糯的不得了。但它有种水啊，比较很细腻。少一点嘛。太贵了，我是说我们要的都不贵，好便宜啊。那个价肯定不行，你要看料。那要这两个呢？两个我也不说了，给你这种。两个，我拍个照。这个啥呀？太贵了。你要是现在买不到，你说那个价真的价钱都没到，真的。没有没有，太贵不行，太贵我不给。底子很粗啊。粗啊粗啊粗啊，真的，你这很粗，便宜漏了算了。那那个价肯定不高，你500一个有点高啊。那你说那两个一对走。那个亲爱的，你跟那个，跟我们那个子珍姐姐讲一下，我刚才拍了一个照，你稍微等我一下啊。两个，我给姐姐的这个价格，我不会给你那么高，我会再少，比你给的还要再少，比你给的还要再少。这个底子稍微它糯一点，但它是细腻一点。两个我给这个价格，两个我给这个价格。两个两个两个，你看清楚，是两个啊，不是一个啊。
虽然姐姐不在，但是第一单我还不想，我想跟姐姐留。你看一下怎么样？这个价格绝对 OK 的了，这个脸开的还 OK， 长得算帅的了。千手观音，我知道姐姐她不要太贵的，她说你先给我弄一套，两个的价格哦，能看到吗？我先加一下你的微信吧，等一下那个姐姐。到时候姐姐要的话，我就直接给你发信息。OK OK， 先放这儿吧，没事。OK。你觉得脸不好吗？那是料子，料子花，不是脸花。不是，它这个料子有点粗，你知道吗？料子粗。哪里粗？料子粗。那个家人说冬水是可以。行，我先看看，等他要的话我就过来拿。啊，对，先看一下姐姐，等一下，我们 J 大在干嘛呢？在酒店一个人在数手指头呢，聊天呗。这站一个人在那个酒店多无聊啊，出来大家聊聊天。要不然你自己在酒店，我的天哪，这弄个十来天。是吧，十来天多累呀、啊。虎上有龙，哎哥，你下班了吧？回家了没有？罗罗这边没看到，我还是得到那边去。没看到那个小雷，找小雷的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又发漏了。这小龙多少钱一个？一口价啊、哦！要烧炭的话，一口价，两百一个。两百一个。小冰龙，亲爱的姐姐们，小冰龙，150，漏了算了。不是龙吗？这是龙，那是如意。哦，这是如意啊，150了，看有没有姐姐喜欢的冰种。哦，这是如意，冰种小如意，150块钱，我明知道很漏了，但还是想放大漏。150块钱啊，灵芝如意神龙护主。还有飘花嘞，太火了。这飘花一样价钱漏了算。一样价。一样价钱漏了算了，150块钱。得开单呐，对不对？我这是为了开单不惜一切代价。哇，哦，这个好冰哦！
配一个小扣头做手骨链，千金都好看。对，镶金也可以，这品质绝对 OK 的。女孩子戴。好冰啊，150，哥哥一样炸了，算了。一价，炸定要回去了。150元，亲爱的，可以下手喽，小姐姐，错过就没了，错过就没了。150块人民币配一个扣头做锁骨链，这个绝对可以下手，150米人民币啊。截图了没有，亲爱的？可以收啊，这个可以收，宝贝儿，真的。把等会儿转的掉地上了，我跟你说，快！有哪位小姐姐要收的？这150真的是天漏啊，雪漏啊！150米哦。姐妹们呢，在想啥呢，亲爱的？这种料子，你在外面随便你不得要个几百块呀？配个扣头，随便卖你卖个1200-1800的。来，要的扣一啊，要的扣一，亲爱的姐姐们，要的扣一，好冰，给我们家徐美美，给我们家徐美美捡个漏。哎，给我们家徐美美捡个漏。对啊，我们家妹妹想要小佛公。OK， 来了。我没伸手推坑哦，凶手都是好朋友。这叫坑吗，亲爱的？这多漏啊，我的妈呀！这多漏啊，我的天哪！真鱼小姐姐啊，这多漏啊，我的妈呀。抛光的话，这么种水好的给你抛20块钱吧。给你抛20块钱，我给你拍个照。这东西我跟你说真的，闭着眼睛收了啦，这大家都看得到漏的，大家都看得到漏的，宝贝。我跟你说，是那个树林姐姐想让你收，要不然的话树林姐姐绝对收了。感恩妹妹，感恩妹妹啊。哇塞，还有一个情敌的，哇，还有一个如意的，神龙护主的灵芝如意，这个情敌的也漂亮。哇，这个也漂亮，亲爱的姐姐们，再来配个扣头。对，我这个一样价钱算了，哥，啊？我叫我也收摊了。反正收摊了吧，一样价钱，好不好？一样价，一样价，一样价。